那我立功能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啊？你到对面当白匪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能入党吗？你还差得远。我当兵之前跟我老婆说过，等我到了部队上，我一定会立功，当个排长、班长什么的。我就想让我老婆高兴高兴，我老婆可漂亮了。师傅，我跟你说啊。哎，说完了没有？怎么了？你立功入党就是为了你老婆？一边去。师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师傅，师傅。他就那样。我说错什么了，他就发火。以前啊，只要提到家里人，他就生气。别理他。五哥。说开拔就开拔了，这走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再回来，我放不下。五哥，不管你到什么地方，我的心都会像现在这样和你贴在一起。不管以后你是入党了还是立功了，只要这样抱着我，我就能感受得到，我会以你为荣，为你骄傲。老婆，我要立功了，给你报个喜。大哥，反正我一个痨病也活不长，就让我跟着大哥参加红军吧，能打死几个白狗子就算是死了也值了。你真的这么想的？我对咱爸咱妈发誓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二弟，师长说了，你是咱红军的烈士，是咱寇家人的英雄，你没给咱老林家丢脸。咱们三个当红军，少不得要上战场，子弹不长眼的，让咱爸咱妈保佑咱三兄弟能活到胜利那一天，一起回家。嗯，等胜利回来之后啊，咱就把这破房子给扒了，改新房，然后呢，给你们两个都娶个媳妇儿。那我们就要大哥先娶回嫂子。我和老三得跟着部队走了，你放心，到时候胜利了，我一定会接你的，一起回我们闽西老家。这是咱出征前带的家乡图。收着吧，下去跟爸妈团圆。二哥，我们走了。大哥本来想把你背回闽西老家，可是革命还没有胜利，
大哥放心不下我，所以把你留在这儿了。我一定会替你多杀白狗子，替你报仇的。等胜利之后，我们会来接你回家。虽然不能回到家乡，但你们用血肉捍卫了红旗的尊严，你们是真正的客家英雄。你去装死装死去，你别跟着我。这，你爸装死才能保护你呀，啊！啊，你走开，臭小子！捕头，啊，你说啊，当初我们参加红军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保卫家乡、保卫土地吗？对不对？这可倒好，参加红军，离开家乡。往西走，越走越远，到哪是个头啊！啊，是不是？赖叔，你是客家人吗？臭小子，我不是客家人，我哪人啊？那你们祖上一直住在闽西？啊，那倒不是了，我听我爷爷说过，说是唐朝的时候啊，从中原迁徙过来的。那不就是了？这小子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他的意思就是啊，我们客家人不怕出远门，到哪儿都能落地生根。哼，就怕出得了远门，回不了家门了。哎，老赖大哥，这话不像客家人说的啊。哎，你要我怎么说话呀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赖老石头就起了这个名字，说话实打实，从不玩虚的。哎，老赖大哥，老赖大哥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蒋军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，花费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，筑成这一道扬言是固若金汤的封锁线。被我穿草鞋的工农红军打得破釜开膛，四脚朝天了。信丰河一线整整七八个师的虾兵蟹将也逃得无影无踪了。这都是老百姓家里的东西。哎，同志们，我突然之间想起了红四军时候的一首打油诗，我给大伙念念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朱毛兵到，鬼哭狼嚎，土豪逃命，蒋军让道，老蒋骂人，胡子高翘。我估计这趟蒋介石又得胡子高翘了。念得好啊。不是我念得好，这首打油诗不是我做的，我们就是想看看蒋介石的这个胡子是怎么翘。出发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情报有误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，一会儿小道消息，一会儿正道消息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？俊佐，这可真是从正道来的，这不刚刚收到南昌行营的通报吗？信丰河一线一共有七个师、两个旅的兵力啊，天上还有飞机支援，东边更有越军两个师的主力部队前后夹击。你们看看这些空中侦察照片，中共机关纵队
就像当年的刘备兵败新野，坛坛罐罐老弱病残，就是敞开大道也只能日行十里，怎么可能一日之间就突破了新丰和封锁线呢？通报上说，新丰河西岸的守军虽然顽强抵抗，但是还是被共军突破，尾追至信丰河的夹击共军的越军，遭到了一支番号为红三十四师断后的小部队的截击，被拦在信丰河的东南，不但没有形成夹击之势，反而被这支区区几千人的部队给干掉了。红三十四师，嗯，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？情报上说是从闽西过来的，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农民武装。闽西，君总，你想说什么？啊？一定是我们的部队，为了保存实力，消极避战，放纵共军西进。作为党国的高级将领，他们怎么能对得起党国，对得起委座？君座息怒，毕竟和各路大军相比，我们二十七军的实力并不是最强的。是啊，君座。现在委座坐镇南昌行营，亲自指挥，如果有人胆敢消极待战，委座一定明察秋毫。君座犯不着生气啊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说风凉话，都不把党国利益置于个人之上。我警告你们，在我二十七军绝不允许这种风气继续蔓延，影响士气。党国绝不可能错失良机，别人消极避战，我李云杰要迎头而上。电请委座，我部立即开赴前线，堵击中共。君总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积极请战，那委座还不一定高兴呢。不是，你这个天地通又有什么内部消息了？啊？君总，反正都是小道消息，我说着玩，你就这么一听，不许生气啊。就当是说着玩，说来听听。哎，敌行即行，敌止即止，渡劫另有布置。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呀？你看，我说是小道消息，你非逼着我说，说了你又不高兴。敌行即行，敌止即止，堵截另有布置。哎，委座真的给何健总司令发过这样的密令啊？我哪知道，反正都这么传。不过这措辞倒像是委座的。嗯，不，我还是不太相信。既然委座是发给何健总司令的，那别人怎么知道的？君座，像铁桶计划这样天子一号绝密，制定当天就泄密了，更何况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委座发这样的密令是什么意思啊？只追不堵，让中共继续西行或北上？也许说不好。也许什么呀？你说。不说吧，说了你又不高兴。这点风度我还是有的。那我说了，嗯，委座是想一箭双雕。你是指广东的陈济棠吧？对呀，1931年宁粤分裂这件事，君座还记得吧？啊，当时委座被弹劾下野，陈济棠功不可没，还想跟委座军权分治，想让广东处在半独立的状态。委座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可心里头肯定不高兴。第五次围剿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，委座就是想把中共逼进广东境内，然后一石二鸟。听说陈济棠也看出委座的意思了，所以才跟中共暗通款曲。打住！
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跟真的似的？你这都是从哪儿捡来的小道消息啊？我自己分析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忘川生意可是要杀头的。嗯，我就是说着玩儿，君佐别当真啊。君佐，你到后边去陪一陪夫人，指挥部这儿我盯着啊。放纵中共，西进。这伪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云杰，回来了。啊。快，快坐下休息一下。啊。谢谢，云姐。啊，前方的战事如何呀？夫人从来不关心军务，今天怎么会有兴趣啊？哦，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。好，夫人敏感了，我也是随便这么一说。其实夫人关心党国前方的战事，让为父感到高兴啊。你没生气就好。你姑妈去了闽西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见到你的表弟呀。云姐，可能我不该多问，可毕竟是我姑妈和表弟，你要是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是我不该提起这件事啊，倒让夫人的心情。其实，你提不提，我整天都揪着心，毕竟都是我的骨肉亲人呢。好的，如果我听到那边的消息，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夫人的。哎，哦，快，趁热喝。啊，好。大哥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二哥，可是，三三三。怎么样，摔疼没有？没事，小心。三儿，还能走吧？啊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摔死！哎，小心！走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啊！就是因为他，大太阳下，你二哥才哮喘复发的。大哥，你还记得这事儿？我真是后悔，当时没当着你二哥的面狠揍他一顿。大哥，你是忘不了二哥。咱是一个妈肚子里出来的兄弟，忘得了吗？大哥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在行军的时候提起二哥。不怪你。坐下歇歇吧。
将军，大家原地休息。大哥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，刚才崴一下脚。瞧你点出息。娇娇，娇娇，祖宗，小祖宗。是，老爸确实是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儿啊。可是啊，我为了什么呀？还不都是为了宝贝儿子你吗？怕你受伤，怕你出事儿。怕我受伤，怕我出事儿？那你就在战场上装着受重伤啊，还一口一个说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其实到最后连个头发都没伤着，你这样做才是伤着我。爸向你保证，以后啊，再也不这么做了啊！你说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那谁还看得起我们呀？这谁看得起看不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活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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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得要有点尊严啊！我这宝贝，你坐下。儿子，你说的这些都对啊，没错。想想过去啊，穷的自己呀都看不起自己呀，红军来了给我们分田分地打粮食做生意，这些老爸都没忘记啊。行了行了啊，宝贝儿子，咱不说这些个了啊。看老爸给你带什么来了。爸，你从哪儿搞来这个的呀？打扫战场的时候啊，老爸从一个当官的白狗子身上搜出来的。我闻了闻，真香啊！听我说，肯定是好吃的。老爸没舍得吃，给你留着呢。爸，你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吃吗？这个他能吃，没错呀。这是从白狗子当官的身上搜出来的东西，他能是差东西吗？肯定是能吃的。你要是嘴馋，那你吃吧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吃一口啊！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一天到晚把宝贝儿挂嘴上，我都这么大了，这事儿要让别人知道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我不叫你宝贝，叫什么？啊？说，臭小子，我告诉你。只要老爸还活着，你在我面前就永远是宝贝儿子，这是天道。儿子，真香啊！这。吃一口啊！我不吃，我去找于老师去。
怎么这么香啊？不咸，不淡，好吃啊！娇娇，于老师，你在写日记啊？是啊。娇娇，我们从宁化出发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。六天时间很短，但我发现在这短短的六天里，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战士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我想把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，等将来和平年代，于老师重新走上了讲台，我想给更年轻的学生们讲一讲这些真实的故事，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，理想的生活是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。于老师，我可以看看日记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就是太不男人了。娇娇，还记得于老师教过你们一个成语妄自菲薄吗？记得，妄自菲薄。你可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啊。在于老师看来，你不但有理想，而且还有坚强的意志。就是你爸给你取的这个名字不太好。我之前也想过改名字，可是我爸他就是死活不让。那就遵从父命吧。娇娇，叫什么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在这儿。丁马腿到，告诉我红星纵队现在的位置。在这儿，红星纵队现在还在这儿。你能确定吗？能确定。坏了，咱们行军速度太快了，把红星纵队落在后边了。哎，那正好让战士们宿营休整，以逸待劳啊。你这叫什么话？咱们三十四师是后卫部队，咱们在这休整，红星纵队身后怎么办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叫我打算怎么办？是部队怎么办？折回。折回？这一来一回几十里的冤枉路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部队不折回，红星纵队身后呢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第二句话啊！后队变前队，往后折回实力。师长，战士们才刚刚宿营呢。是。吹集合！快快快快快，集合！全体都有，加油开去！向前看，前有追，跑跑走。
你看那不是咱们红星纵队吗？哎，党中央毛主席、朱总司令是不是都在那儿？不对呀，我们怎么和他们反着走？是啊，营长到，过来。团长，带着部队继续前进，我去那边看一眼。是，跟上，跟上。知道你这次的伤情有多严重吗？子弹离你的心脏只差几毫米，再深入一点，你恐怕连醒过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不怕，我属猫，我有九条命。你已经有七块伤痕了，再加上这次，你九条命都快用完了，下次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大夫，我这条命是您给我捡回来的，谢谢你。所以呀，我有权要求你珍惜生命。这花是给我的，我是献给英雄的。我也不是英雄。哎，你有空给我讲讲你那几块伤疤的来历呗。没啥好讲的。我最喜欢听精彩的战斗故事了，你给我讲讲呗。像你们长得这么美丽的大夫，天天都在战斗，真不容易。我只是医生，我没参加过战斗。你们每天都跟死亡在战斗。你还挺会说的。行了，你别说话了，你现在需要休息。谢谢大夫，谢谢。哎，同志啊，跟你打听一下，你知道红军医院他们在哪儿吗？红军医院啊，前面呢。哦，都过去了啊。对对对，离这很近吗？他们呀，比我们出发的早，应该有一段距离了。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身边，我时时都能听到你的心跳。我也知道，你们就在我们前面，我感觉离你们越来越近了。有你们在我们身后，我们感觉很安全。你跟红星纵队在一起，放心，不让任何敌人靠近你们半步。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能够早日冲破封锁线，跟你团聚。是。我现在特别期盼胜利的那天早日到来。等胜利了，我们两个一起迎接孩子的到来。好。哎，徐生，那个人好像苏团长。达清，
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刚才给一个重伤员做手术，就没跟上大队，现在这不正追着呢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本来我们的队伍应该在你们的后边，可我们走到你们前面去了，现在往回赶，正好就碰上你了。你还好吗？我好。孩子没给你添麻烦吧？孩子很乖，他就是想他爸。那是我儿子吗？许医生，大清，我要走了。好吧，走吧。吃了呀，吃了，那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，老爸还不吃啊？啊，不过啊，没什么味儿啊，没味儿，不香不咸不淡。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什么啊？是鞋油。鞋油，鞋油。嘿，那么好的东西，能糟蹋了吗？啊？往鞋上擦呀，那爸才不信呢。我跟你说啊，那是好吃的东西。那盒子上写着就是鞋油，你呀不识字真是太丢人了。爸，爸，笑什么笑？吃一肚子鞋油，吃一肚子鞋油。你看你，谁让你嘴馋了啊？尝出来了，你下次还吃吗？吃的是鞋油，笑什么笑？哎，谢谢政委，这地图可不能填饱肚子。咱们现在总算是回到了正确的断后位置上了。突破新风和封锁线后，咱们红星纵队的前进速度依然缓慢。他没法快，咱不都看见了吗？盆盆罐罐都带着呢，怎么能走得快？也难怪，不光是野战军突围，
是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大前夕，这老弱病残不能抛下，机关文读也不在少数。哎，听说连印钞机都抬着上路了。Thank you.